復活節假期啊，超市咧好多嘢都係半價。羊腿半價啦，牛肉半價，啲三文魚都係半價。牛肉咧半價$3.8啊，成 pack 就呢、這個羊肉咧半價，成 kilo 都係$6.幾。另外呢條魚仲平。呢條挪威嘅三文魚。半價之後，佢都仲有半價。呢度係$2.幾，依家咧就係$6.41啦。呢條即係為$60幾港紙，兩 kilo 有多啊！呢條三文魚。呢條咧就係我啱啱喺超市買翻嚟嘅，2.135 kilo 啊，咁我買咗$6.4嘅，我就準備劏咗佢，部分咧擺翻入冰格，部分咧做一個咧檸檬三文魚，好大條，成張台咁大。咁呢條魚咧，我部分咧就會擺急凍冰格，所以咧就唔好洗佢先。我哋抹一抹乾嗰啲水先。呢個三文魚骨咧，留翻去聽日滾湯。俾少少鹽落去先，
咁擺喺雪櫃咧，兩至三日內食完佢。如果我買冰格咧，我會一個禮拜內食完佢。呢、這個三文魚骨腩咧都有一大碟，聽日咧滾湯都非常之濃郁。呢嚿魚咧我就洗乾淨。唔食皮咧，可以起咗個皮佢出嚟。擺啲檸檬啦。呢、这個是 Rosemary， 咁呢個咧俾少少鹽，少少黑椒。俾少少橄欖油，再喺上面擺啲檸檬啦。Rosemary， 我咧就200度氣炸佢15分鐘，如果冇包錫紙咧，氣炸12分鐘就得噶啦。你哋因應翻自己嘅氣炸鍋火力或者係焗爐個火力咧而決定啦。